我觉得我现在不仅是十臭，我现在都要五臭。你有一点感应是不是？好像有。北车店，我们在金融地震抽过他们自制一番赏吗？没有，好像没有，没有。第一次看到自制一番赏，对啊，他们出了自制一番赏，然后有两套，我要抽的是这个炼巨人跟火影忍者，他的 A 赏就是炼巨人的小模型、小公仔全一整组哦，然后 B、C、D 就是又哈哈西跟佐助，然后接下来下面就是各种小小赏这样子。然后他的 Last One 是帕瓦的模型，可是他是 Last One， 我就抽不到，所以没关系，我们就来。十抽，我先五抽好了。我觉得我现在不仅是十抽，我现在都要五抽。你有一点感应是不是？好像有。这次一般上来机动兵真的是第一次出，还是我第一次看到？应该之前有出过。我先说，我从来没有抽过右。火影我好像抽了三四次，我从来没有抽过右。但是我个人最爱右。F 是炼巨人的立牌，它看起来应该是 Q 版的立牌。它立牌个人是无感。多来一点，最爱立牌了，好喜欢 G 赏哦 ，F 赏也好爱哦。我最喜欢 F 跟 G 了，只想要抽他们俩。真的这么多？对啊。哈哈哈哈哈。他会不会听不懂我们的许愿啊？我就说我也喜欢 F 了，好，接着来啊。G 赏。就是那个动漫随机动漫小赏，我也想应该是什么吊饰啊，或者是可能就是毛巾之类的，我猜就是一般赏的小赏。第五抽，我说这次一般赏都没有抽得很好，对，都偏。我记得我好像之前这次一般赏都没有抽得很好，对，这样怎么办？再五抽。可这是金正恩呢，金正恩也不是每一次都很欧的啊。他也不是每一次都一直给 F 吧？对，就虽然喜欢，可是希望有点不一样的花样。我现在抽第六抽，全部都是 F， 只有然后一个 G 还两个 G。可是确实有点硬，是不是？因为 F 跟 G 真的是比较。可是他 A 有四组。也是没关系啊，不十抽啊，不然抽不好再跟老板要礼物。没有，开玩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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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是炼巨人的精品公仔，所以他还没讲谁哦。他只有七个哦，也不错了，也不错了，其实很不错了。是公仔模型哦，注意破音了，其实很不错，我觉得已经可以了。不知道长怎样，图片没出来，我也挺紧张的。又是 Sasuke， 而且只有一个。我跟你讲，我小时候真的很喜欢佐助，超爱，爱到不行。我要抽到佐助了啊！可以了，可以了，可以了。我其实应该抽得很好对啊，我怎么每天都抽到佐助，抽到他哥？还没十抽，还没十抽，已经很厉害。这第九抽，这第九抽，来个右吧！很想要，我没有右的东西哎。炼巨人精品公仔，哇，它到底多大？它这样子，我会让我觉得我抽了三个模型你要让我这么期待好不好？说不定就很大哦。对啊，金融兵真第一次看到自制一番赏不知道。G 小赏，我们来看一下那个E到底多大。好，各位，它的E那个随机炼巨人是可以挑的超大我还是要帕瓦，我要帕瓦跟猫咪，然后跟波吉塔，电竞跟波吉塔也不错怎么办？哪个比较好？我喜欢单子。好，那这样挖这两个。哇！说我抽三个模型好，我们先拿一下。首先看看小赏，就是一般赏的随机小赏，毛巾跟制药夹就不特别介绍了。然后再来是刚抽了五个那个炼巨人的那个 Q 版立牌，这个我之前好像没看过为什么我没看过啊？我没有抽过炼巨人的一般赏，它是什么啊？它也不是一般赏啊。还是你开一个看看？它是立牌，但是它好像不是一般赏所以是老板自己，好像是就是。周边哦，好像是，如果有抽的话，大家帮我纠正一下。我居然抽了三个模型，金融兵真的是自一般赏的狗他的衣裳有七个嘛，炼巨人的精品公仔，刚看到可以选，我选这两个。波吉塔是一定要的，这个帕瓦玩猫猫很可爱，但是我觉得他的脸这边这样看，可能神韵有一点点小歪，
但是它整体的那个互动感很可爱。拿出来好了，这个帕瓦我拿出来，超可爱。帕瓦有声音有一点歪，但是整体上它跟那个猫有名字吗？我真的忘记了，就很可爱。然后再来是莫西塔，莫西塔这个超可爱，就是这样子。莫西塔要怎么歪？它很难歪，它就长这样，而且它是绒毛的，好可爱哦，喜欢哦。然后再来是 Sasuke， 我抽到 Sasuke， 它在 B 上，但是它其实是 B 上。哎，我真的很常抽到它，我抽到。这我就不开了，就好像我们之前有看过，但是我没有抽过这只，那时候好像是抽到卡卡西吗？我有点忘记了，就是我又抽到他了，我的初恋，好不好？我初恋其实蛮多人的。就是、那今天这个就是基隆店真的自制翻奖，它其实还有两个，第二个是我赢系列的，但是因为我赢那个几乎都抽过了，可是它的那个模型的数量真的是蛮多的，所以如果大家来基隆店真的话，除了一般奖，它还有自制的了，抽起来。那我想送给观众啊。可以啊。这个我没开，直接送给观众，就留言抽一位，随意留言，拜拜。喜欢我们的频道，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。喜欢我们的影片的话，记得帮我们按个赞，不要忘了，还有小铃铛。拜。